哇，他连跑步的方式都不一样，重点是他拿枪的时候是这样拿，好帅的。然后子弹是蓝色的，有没有？换一下那个散弹枪好了，弹枪也是一样。攻击模式不一样了，帅，棒子哎，棒子就这样拿啦。Hello，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OK，那这次更新呢，多了这个限时的翼龙卡。如果之前医美失败的话呢，可以用这个整形卡来使用一下。这是有去韩国整形回来吗？哦。那我另外一个账号是人类，所以我这个账号呢，就是给他用混尸人好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正转移难民的时候被困在这里了。我们来安抚一下安妮，她好像摔倒了。来吧，安妮，我扶你回去。快到家了，安妮。家伙看起来像是喝了不少酒。来，安妮，你先这里坐下来啊。这个文森特应该被感染了啦。我们把门关起来，避免等下僵尸跑进来。来援助我们的吗？太好了！不要啦，我不要，我不想把他带回来啦。反正他都已经给僵尸咬了。还要寻找文森特，等下打开僵尸不就跑进来吗？他看起来需要帮助啊。他被咬了，他被咬了。啊！他倒了，被咬的声音对啊，来，我来拯救他一下，拯救他一下，紧急救助啊！这跟我走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回不去了啊！你受伤了，来吧，刚才的药没有办法啦，好，跟你一起回去啦，干嘛？来，赶快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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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快！看到这副样子，他们一定会害怕，我肯定是的，所以我把门关起来了。你可以进来吧，到你可以进来，来进来进来进来。为什么讲话眼睛闭起来怎样？我变成感染者，不要犹豫，杀了我！哈哈哈！那有人讲话眼睛闭起来的，他捆绑双手。可以马上就要尸变了，没错，我亲眼看到他被感染者撞伤，最好是你有看到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在内讧，要干什么？我们应该把他扔出去啊！僵尸，我进来的，我们就有关门。那枪。哦，变身，变身。打我，打他不是打我好吗？真的变身了，啊，这样好丑，我之后要跟他一样吗？我怎么觉得人类比较好看？盖层梯到达梯子下面，走走走走走。门在干嘛啦？门在这里。关门就出不去了，这 NPC 呆呆的。走，上去上去。我先上去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先上去？要发送讯号啦，讯号机在这里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都没听到声音啊！怪怪的，这个人在下面打哦，真的多啊！换个枪，换个枪！哇，打倒32只僵尸啊！
跟着呢，跟那几个混世人一起离开了，是他自己决定。混世人到底是什么？神秘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混世人或者正常人。那么，正常人呢？不屈服的勇气，打不败的精神是人类永恒的体。混世人是什么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加上明天的生命，用最强的方式，憎恶邪恶。 啊，好难抉择哦！不晓得变成混世人之后会不会变回来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后悔。没差啦，没关系，安爷现在是人类嘛，那我们就用混世人好了。哦，哇哦，好大只哦！呀，那什么？那是铁链是不是啊？那个脚踏车的烙链，要把它当成挂饰哎。然后他拿什么锅子？平底锅啊！ 能帮我们个忙吗？我们实在是人手不够了。有忙啊？这有个人接受了混世人治疗，但情况不太好。我也不是医生啊。我要去帮他扶人就对了。等一下，什么都失败了。那我看到好后面好多人哦。哦，这全部都是要变成混世人的吗？哟，这蛮帅的，这像佐助哎。哈哈。 我记得我们这次更新有这个修改这个，好，我先看一下，排他啊，对啦，这样子啦，你看我要调一下位置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掉一个，哎、欸，赞，赞呐、啊，哎、欸，这，哈哈，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啊啊，不闹不闹，我去扶他一下。 来，小姐，房了，来，我来扶你过去。我们要加入混尸人，你准备好了没啊？走啦！说真的，女角跟男角，我觉得女角还是比较好看，所以光衣服上面的话，男角真的是有点不行。 你的手里剑呢？啊，我要成为混尸人啊！快点啊，把我变身一下！已经做好觉悟了，快点变身一下！怎么在哭啊？拜托你，别往前走了！意思啊，转换成功几率太小了，人不可能成功的。哦，他的朋友变成变异成了感染者了，算是人类啊！ 不相信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那朋友怎么了？变成一棵树？来吧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治疗了吗？接下来会进行混世人的转换治疗，到底会是什么样？那些人都失败了。好啦，我要打疫苗了，快点啊！ 我要躺在床上才打疫苗哦。来，比维瓦隆一样，还可以用跑的。你醒了，怎么样？实话嘛，人在自由中活下来，让大家都很吃惊啊。拜托，我有斯普拿腾啊。他没有坚持下来。 勇气的试炼到底是什么样？回到帐篷跟艾琳对话，艾琳在哪？艾琳哦，感觉像被车碾到一样啊！这个 AZ 有点强啊！哇，感觉是冲过来了，这么快！啊，你不是佐助吗？ 他们的数量很多、哦，为什么觉得他跑得很奇怪？要变身了没啦？要爬上哇！
这个速度很快耶，这完全不像是不行的感觉。然后上去是不是啊？哇！快，完成最后的试炼。等一下，那朵花是怎么回事啊？攻击感染者获得包子指令啊！顿时人进行攻击后消耗技能活力。包子，他胸口上那个是叫包子。打他！多包子。移动速度是真的蛮快的。但是为什么不能跳？打开物资箱有什么东西啊？拿什么散弹枪啦？不要跑步这样跑的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么集气一下。他这个枪没有，不用。哎，有了还是有了，还是需要啊。你看，我要吸收回复包子。打王了那么快，包子技能是什么？这什么鬼啦？打他的包子好不好？打包子啊！我觉得在玩《魔物猎人》啊，啊对话，见到这么强大的能量的人啊，是在说我，哈哈，我身后这个是什么？寄生脸混尸人状态其实并不稳定，哦，这有点尴尬。但脱离稳定的话，会成为异化，成为感染者，这个要小心。好，我蛮好奇怎么样变成感染者的。然后吃他的包子，吃他的包子，哈哈，哦，好酷啊，跑好快哦！离开一下啊，啊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哇，贝利耶，混尸人的哨兵，你狡辩这样，我真的不能接受啦！强制技能，我获得了把钥匙跟一朵花，这个钥匙可以干嘛？我觉得我要重置技能啊，满足啊，那我重置职业好了。目前是用探宝者，战斗专精职业，包子捕手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哎、欸。接一下他的终极包子。哎、欸。设计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的反常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怎么个读书，记不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住了艺术的天赋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如半个人，称自己战神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啃住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挖三个坟。